如果你真的想要逆风翻盘，那你就要踏上痛苦的自律，走上枯燥的学习道路。即使基础不好也要学，学到哭，学到崩溃也要继续学。你要知道，桌子上的不是书，是你的前途和父母暮年时的欢喜。一个人使劲踮起脚尖靠近太阳的时候，全世界都挡不住他的光。最近的压力可能很重，也许我们很多人都在忍受着最艰难的时光，但一定请不要忘记自己的勇敢，因为唯有努力的自救，才可能让自己到达花期的那天。删掉掠过吧，陌生的声音把我绊到跌入胆，我是否还要这样胆小怯懦。经历过低谷的人就不会畏惧黑暗，受过的伤都会成为我的勋章，伴我前行。每一个巅峰都是下一个起点。